你好。喝两终于开始了，上厕所的时候还要晚一分钟。对，真的。别吵了，不用看吗？给你。没进。猜猜到在哪？猜我们在哪里？你买的那个这个很明显的能看出来。因为我们回，因为我们穿去了，但不得不穿。那他都用白色的，白色的。你那好不好？没事。他没有穿学校。我的灵魂他没有给我。这款只有我年轻没有穿上。拿到后面来。番茄酱哈，好的好的，不用多买一件吗？来，您直接扫码就可以了。他都是一个吃猪肉一定要吃番茄酱的人。是这样的，旁边那个辣辣的，那个辣辣全都是那种。你这好像真的不太好看。先展示一下我们酱料吧，哎呀，没有画。咱们那是多少钱？可以啊。有点像，有点像。
香菇都丢辣的。辣的。全部哦。还是先拌一下。我真的不能理解香菇放辣的是超饿。午餐又不一定到。就是因为我的最爱就在抖抖面前，就会占据非常大的庞大。抖抖面前下去之前打完头玩完。这个怎么放啊？还留下票。都放吧。Thank you.
牛肉面筋头里面要加一点那个牛肉粒在里面吗？我们专门找了一个，进来的时候给服务员说找一个没有什么人的角落，哎，因为我们是很受关注的地方，就假如现在做一个结束啊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至少是六人座吧。很棒，然后后面就是床。能不能镜头变湿啊？我刚才也发现这点，我们两个根本没有一个人带了食物。啊，怎么带了食物嘛？那我放远一点，我看不到弹幕哎。弹幕。弹幕，我试试。肯定要。我那能举高，但是我那个俯不下来。是这样吧？太难了。没事，我们就吃什么就晒一晒。算了，就先放着吧。以后升级一下设备就再说。你以为来一碗？忘记了我的肉，我都不知道要煮成啥样。我一般来说来海底捞会点那个精品肥牛和乌鸡腿。然后你们一定会觉得说，那吃哪一个酱料呢？这两个都吃，一个吃完了接着另一个就可以。那拿镜头。就可以让你们感受一下，我这一个里面就是乌鸡腿，而且我里面很喜欢放那种很干的，就是不把它当蘸肉的酱料，而且它本身就可以吃，就放很多牛肉粒，就是可以干吃。对对对，就是它的酱料本身就要裹在肉里面一起。张雄过一次，对，我们是张雄过一次，先是张白过一次。你们喜欢放什么酱料啊？他会强迫症，他要做那个缝。后面那个线接的也好，关系很不错。对，你们不会吗？有点白。不是，我说这个边儿和这个我们凳子。什么煮好了？我开始涮肉了。那你要涮肉吗？你好涮吗？你不好涮，不好涮不好涮。好涮好涮，没事。确定吗？哎。看吗？你好涮吗？你好涮。哎，那是我主持，那是我快攻的问题。OK， 涮好了。你看，你快了。不是这样子，那个肉你就涮了几秒啊？这个局里边有辣的，有辣的吧？我们大鲨鱼现在习惯看辣的。蟹肉棒呢？蟹肉棒煮在甜锅，煮在番茄锅。少下两个，不然以后我们说着说忘了。这个是方式吗？不太会散的。所以它就是变的嘛，反而很多人喜欢这种东西散的，那个我喜欢涮肉就好。哎，我看一下，白菜就好。你就多给一个小时，然后就变的。今天海鲜刚点完了之后，就在你刚刚赶下来的时间，做好了，下锅把锅按压好。然后就说，相信你们两个人的话，没事就方向吧。我们每次都这样问。不是因为海鲜很好，是可以点半份。对，我们就是点半份的话，一个会点很多。大家就是吃那种什么小面包、小蛋糕，你看他给我要的这个。这个是什么？我以为它本来是一款。就是蛋糕的东西，下面每一项不是毛毛擅长的工作，和毛毛有什么关系啊？毛毛是谁啊？ A 是这个，毛毛叫狗。这条狗它名叫毛毛，又卡了。哎，那我还是要连那个。不然我连一下，我才好。一般号狗小袋的特别近啊，里面小。毛毛是条狗。对，我连一下我的卡。好嘞。
这个是毛毛。就是说是奶酪棒。
首先要穿的衣服是我穿我自己的衣服还是我穿你的衣服，就是我把我的衣服拿出来给你，问你的衣服拿出来给我穿，你的衣服拿出来给我穿，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，我的衣服拿出来给你穿是不是稍微问题有点大？就给送走来来去啊，两位小姐姐，那边那一桌的帅哥美女问你们俩是哪个平台的，他们说要给你们走一波欢迎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不用了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啊。就是好尴尬，现场尴尬。继续继续。尴不尴尬？尴尬了，我就说以后找包间吧，你看你们非要逼我来。我们是你是路过的，你们都路过了一下，笑个毛像笑你们啊。吓了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他要就是要他什么，结果人家可能是想要顺便来就是送个礼，送个礼。我没说完呢，哎，不是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就是刚刚我穿，我把我的衣服给你穿，你把你的衣服给我穿，然后我们为对方化妆之后，一起出去吃饭。但是要穿着刚刚就是我们为对方搭配的衣服装。这个卡在哪？没有卡吧？你们不要一直说卡机。我觉得可以啊，但是万一我整你，哎，那你万一我整你，你整过我的那我不整你。我们要事先商量好，就这一切的搭配都以漂亮为前提。漂亮，可是每个人都漂亮的地方可能有一些些。比如说，我觉得大光明就不很漂亮。我觉得我那个眼睛花到地上都不是漂亮。啊，可是有的时候漂亮就变老漂亮了，就是。一点点好看吗？他们很非常闪耀的印象，对，他们本人的时尚品味应该是非常好，但是你说一定要涉及到我自己的时尚品味，就是翻车，是这个，但是会，你们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叫时尚完全不是靠脸和身材，他们不是应该裹一个破床单，是不是都应该也很漂亮很好看吗？你到底怎么回事呢？像你的腿。然后自我反省一下，你们怎么能够说这样子的话呢？啊，不是对你们家他有什么误解啊？你怎么能不相信你自己家小孩？话不好说，但我觉得你们对我也太苛刻了。对，这还敢怀疑，真的是。那我手需要干什么？
哎，但是主要是大家知道我要手术这件事。他都知道吧？我没说。他们也不知道几天呢，你总会出现的。不仅你，只要你工作。哎，就是我明天我就账号就要在医院正式注册了，但是我的手术要在20号之后，具体哪天也知道。但是之后呢，不管我干什么呢，我觉得我的末日生还是会继续做下去。所以你非常的好，万一天我不干你呢？那我要找一个男的。我手术哎，一定去帮你撑场子，给人套一个张宇的直播吊威嘛。我直接就拿着我的手机放在这里。不用不用不用，像我非常有仪式感。他们还不知道你的 B 站名称是啥，你要自己去发现，他会告诉你。你要定一个官宣就。哦，对哦，认证的话应该是可以的。是吗？我好像那个时候是，我是因为账号一直都用自己的号，你是从一生起来的。哎，可以查到吗？如果认证的话。那你之前那个号呢？之前那个号就是用嘛。嗯，那个号就是用一些就是自己。蟹肉棒，你看它是不是煮的那个？它是用软软的。哦，好像它没煮。你看，现在他们又改成这种蟹肉棒。改良了一种。就感觉一整根，就不是一丝一丝。我这个放盘子里还好。放盘子里。谢谢。是一种人工移动。我坐这个位置太好了，因为够不到。我以后永远要坐这个位置，我永远要坐死角，就是那种够不到锅的。但是没有主动权不就很爽吗？啊，没有啊，我没有这种感觉，完全没有。我就一得自己来，自己主动。我最近新年大胖吗？什么？我最近一年都胖完了，我好空虚啊！你说这是吧？哎，我最近，你推荐给我的我去看了，是啊，韩剧。啊，那推荐给我一部韩剧叫《机智的》，是看医生还是监狱？医生。啊，医生生活。对，监狱。好，我很常我推荐给你。他之前有一个完全原班人马演的叫《机智的监狱》，但那个第一集真的非常深刻，我第一集看了3遍。但是你只要错过了前2集，后面就很正常。这个是我们的小姐姐。他好像就是之前还有一部韩剧叫什么1998什么的，不是1994，1994里面的那个棒球演员是吧？哦。哎，就是那个监狱的那个的前传。反正很好看，看郭涵出框，郭涵没有出框吧？好。有的地方没有，像我都是来了上海之后才去。然后就吃了。有多爱，人生命这么短。我现在重点是在大学生打折就很爽啊！我上一次我们来的时候还被问你是大学生吗？哎，就强行玩了一个方法，还是不是吧？对，我们看见是没吃过，很多人没吃过哎。但真的，
还算是比较大众化口味的，因为你一定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锅底，一定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酱料，就是说像是对吧，自由搭配，嗯，各种选择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。好像我们团了太纳河，你喜欢哪一款都有。哎呀，会招不代言了，快点儿。那我愿意倒贴。我希望他给我们会员的话，就是那种五折吧，不多就可以了，就是当代言费了。他送的这个我也蛮喜欢的，就那个芝士鳕鱼条。哎，我这里面没有芝士。咬到吧，咬过了。有芝士的部分比较好吃，但好容易咬过，一点点可以改进它。你就满根芝士吗？可以把这个芝麻涂在上面啊。哈哈哈哈，吃好不好？啊，又有了。嗯，那你在里面。脸呢，主要要剩下嘴软，就是还是要象征性的吃，听到完全不能落泪，就是毕竟吃人家很多东西，你就会觉得不好意思下去再说，就一直都给点，就也是一种友好的关系。我们每次吃饭，我们肯定都以为我们是赞助吧，其实不是的，我们都是花钱的。这是豆浆。来，这是小男孩啊，小男孩来，大金刚到了，对，好，请坐。你们规定很准，你知道吗？当然，他当然也是人家，他们甚至有人以为木龙食堂是个节目，就公司提供护高费那种。他们想的也太多，哪有这种好？做梦都行。如果有通道费选择，我们就是等于说没有花自己的钱，我们吃到喝到，还要不能看到做做梦做的开心吗？但是什么事都不是代价的，如果我们要赢，也如果我们只是需要自己付出金钱和策划的这个脑细胞，你知道吗？他昨天真的非常的上心，他甚至我都觉得大概是用这个节奏对吧，师哥嘛，他甚至在来之前说一定要把内容做，就是在想如何把内容做得更加的丰富多彩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内容，然后就是想做得好一点。所以怎么着，我刚才想到一个，就是海底捞里面你一定要点的，就是从头到尾只是一样的话，就是有那么重要的一个食物是什么？你先猜一猜。我先问一下，一定是锅里涮的吗？可以吧，是锅里涮的。是锅里涮的。Okay, 啊。啊，真是好难猜，你别给我真的是懂。而且你知道吗，我有可能会选择它的点，不是说我多爱吃它，我可能是觉得它的口感就是让我可以吃那么久，要从头到尾只吃它一样。嗯，它这一样就不能是本地，或者是吃了吃了就爽一时就结束了，它得爽很久。你看它厉害的肉啊，肥牛啊，虾滑。不是，默默说不能腻，是一个体质，就是这个对，所以你们要用理智的头脑去分析和思考，而不是说就那么随意。啊？我是酸梅汤。对啊。酸的。虾滑，你们怎么把所有东西点点？啊，有没有提示？对，肯定不是肉对吧？肉会腻。
有肥牛，肥牛。啊？我跟你说吧。从头到尾火，如果你看一个东西，一定会选择是狗狗面子酒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首先是个鸡蛋爱好者，它里面有鸡蛋，它有那个虾滑，它有牛肉粒，它还有外面面筋，它觉得番茄它的就不会很辣，一个香香的，它如果能被狗狗吃到，我就吃它。这是我这个是榴莲。对啊，你像你其他东西吃的是你都会吃腻的，但是它一个东西里面包含了多少？有鸡蛋，有牛肉，有 OK OK OK。对，我吃了。看你啊。啊对，我应该没看过。你不是我的话啊。在家里绝对是你这个不是我养大你的。因为肥牛煮在番茄汤里面就第四。我还有一个更爱的，不是一个更爱，还有一个跟它差不多。差不多了。都
是的吧，对吧？哎，其实都是，哎，你不也是吗？你一直报票这一点也是一样的。我也感觉我好一点，对吧？我已经好很多了，你完全不好一点了，你好了非常。我要去买。哎呀，等等。傻白就在哪儿？找一张，找一张。你都找着了，都是我分别人好吧？哎，我要很多呀。是。换一点吧。可以吗？确定。换过。给我几台的菜加加热。别加了。大家觉得需要的礼物。啊，第三啊。这两款酱料混在一起，其实我觉得之间味道差别不是很大，是这样。没事，也没说你两个，也没觉得奇怪呀，我也没说啥呀，精致嘛。没有多晚的你不是我们选生物基本？我喜欢，我忘了。我来了。你这个放哪样？放不辣的。那鸡爪，鸡爪是几多？嗯，我觉得它肥牛，鸡爪白色的东西。其实这三样我都很无法割舍。不是你们吃醋干嘛？我们俩会这样都是为了你。他们就都只看到了最浅显的东西，不想一想最后利益的格局到底是什么。我为了这么开朗做出来营业，这么开墨水厂，不都是为了见你吗？他们连这个都没有 get 到。对啊，他们这边那边啊，我吃醋了。你吃了哪个？没有，但是其实你对了，还真的很不错。大哥，不要把年终奖发了，太可怕了。发生了什么？你看我把鱼加黑酱是不是？让你反思一下。OK， 我反思。反思很容易对我来说，我经常反思。我这个人最擅长就是反思。我做的还不如过来吗？叫妹妹的。到这边来说，一手一定要往过进。可这个也不能叫妹妹的，在我那边就进锅里去了。我还思考。但他万一往那倒，就死了。我也不知道，三角形是最固定的。三角形就稳定了。三角形就稳定了。削好了吧。来这边真的打牌了，今天这个鸡腿烧的有点少。你看，你刚看了一眼，人家就送我。那我再看。你看一眼。你看一眼。好。可以了。特级位的意义就在这里。想好了吧，现在就。有直男。这一点还是比较。我要吃白菜了。白菜在番茄味煮完真的很好。果味的，不是，你先别吃。我想让大家看一眼，像你的这个白菜，就是非常一般，夹起来的。对，给大家看一眼，他会把白菜放到他那个酱料里面，变成奇奇怪怪的。哪有奇奇怪怪的，这样很好吃。你真的没有试过这样吃？啊，不用了，谢谢。我这个吃完之后可能就阵亡了，你为了让我再继续吃之后的菜。好吧。那真的很好吃耶，就是东北麻辣烫就这么吃的吗？首先，麻辣烫不是我们东北最流行的风俗。没有什么东西加上东北两个字，好像就变成我们东北特色一样。因为你们那边才会放麻酱嘛。但是，这麻辣烫是哪儿？麻辣烫。一开始应该成都吧。成都嘞。
川味莲泡菜麻辣烫。因为我真的是第一次去了北京，你们那边麻辣烫就是东北的，你们那个什么叫什么？叫什么麻辣烫里面是？我才知道麻辣烫里面后放麻酱，麻片那种干拌的麻辣烫，因为我们那边麻辣烫是水煮吧。不是，那麻辣烫和麻辣拌是？麻辣烫是有汤汁比较多，然后麻辣拌是比较大。对啊，这里面是一个，那里还是有课程。麻酱是综合快乐，是麻酱后面闷到。你喜欢它？是窒息吗？闷到是什么意思？就是，比如说我吃黑松露，我很喜欢黑松露，我就觉得它汽油味。黑松露味道，我觉得它汽油，吃太多会闷到。就可能我一打开那个黑松露东西，它那个味道一秒的就被闷到。你能不能理解吗？我理解不了。不闷到。我现在那么高，为了高明贵的有点贵。原来你不喜欢吃薯条。嗯，就觉得很难吃。黑松露薯条吗？你不是跟我吃过吗？对啊，我曾经就非常不能接受，就是那个味道。但是我觉得抛弃掉那个味道来说，但是说我很要吃很多的黑松露什么首选，就比如说小杨生煎，他做了一个黑松露味，我咬第一口就有点窒息，我觉得我该喝汽油。还有我吃整团面团，我觉得是一个裹着油的一团面团，就这些。那这样，我问你们问题，就比方说，我很喜欢喝东西的。如果说今天我为了庆祝，然后我就会去吃什么黑松露的一个牛排什么的那种，然后对我来说，它是一个很灵魂的，是为了庆祝的事。但如果是对你来说，这样一个东西，因为它够贵，所以我也会把它赋予庆祝的意义。可你。你不是说你喝汽油吗？那就可以啊！你看我们那天去吃那个时候，不有喝汽油吗？是什么？那个牛排的时候，啊，我们撒那些黑糖油，那个刮了黑松露那边，它不是那一样的味道，我觉得它很庆祝啊。可是你不是百分之百的快乐。我挺快乐的，其他的东西也挺快乐，就是在那种氛围下，你看别人吃的爽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请别人吃饭，还有一个点在于。比如说我自己得多喜欢，就我请的那个人吃的很开心，也很快乐。哦，我那天真的，牛真的很好吃，牛是那顿饭真的很贵，而且我没花。你知道这个是怎么来的吗？哎，我跟你们说怎么来的吗？我之前看那个图的时候，我以为外面是个杯子，就它外面先是可以吃的。啊，现在也有那种可食用杯子，明天拿来。我知道是五二零那天。原因呢？你自己说说，为什么会被我挑战的？我现在觉得原因非常的蠢，太蠢，就是强行敲诈，就是因为五二零这天。嗯，看你这不记得，我是不是 Q 错了？五二零这天有什么？就是五二零这天，我什么都有做。就是那个吗？他说他的人生，我都不记得。因为你发的微博，我发微博发了大家了。哦，我想起来啊。先发我发了，我就接着你自己一笔带过。对，我是那个一笔带过，那个就结果一笔带差不多的就带了。一笔带过，那还有八个人都没有找我说这个事情。嗯，因为他们都心生困惑，只有我。可以，接受了这个。
的接受是接受的。嗯，而且也是帮我补过生日，嗯，对，对吧？这是重点，补过生日是重点。那这个变成重点了。你现在应该这么说，那见相再补过一个生日。对啊，见面。感觉生日不太隆重。我还把他们晾在那边，拜托，我那天有看直播吧？我绝对看的，这有直播感觉，我不看直播。你听说吧，是我没看。我是不会在这么有趣的这时候，还有这个心情愉悦的。我就是享受这个环境，这个美食。主要是那种海鲜吃的。我没有。没有吗？我没有，你听谁的电台？他说了，他说了，你们听谁的电台？我开电台了。这个开的电台吧。八级我问你吗？你真开电台？你开电台了？我不可能开电台，我开的一定是。你们是不是？墙头串台了。我看电台，我看电台吗？哎，你好，想想不对了，他们半天，我是白对了，谁念你？你们以前是有什么级？哦，想起来了，我说五二零的一开始，我现在没有过，过的仪式感一点，我就退后过。就在深夜的时候开始。开了开了开了，你们脑子没有问题，开了。因为没话说开电台，拜托，是因为为了哄你们入睡开电台，把这个重点搞清楚。哎，我们今天的主播出脑的。肯定得熟，才能给他们看一眼，丰富一下我们这个频道。那，哎，我们那天也吃了猪脑是吗？啊，那天吃了，那天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猪脑，有可能吗？加半个猪脑。然后加半个猪脑。猪脑。老师，大家口味都比较重。咱们现在是一个一个卖的哟。一个是两半是吗？啊，对。那你做我可以的。你好，这是你的，把你拉进来一记。下一个。你们现在，他们现在真的很喜欢日常服务，就觉得我太好了。就我的事情。就这个意思。你比如说，我们几个建个 QQ 群，让你拉进来，很近。你还不能退群。嗯，好痛。徒手抓筷子。我手还是能挖在对面。一个很大的。这个我就不喜欢站着，然后每次我发现是他为了他也后悔放鼻子袋啊，还有平面球啊，就我不喜欢站着。这回是我们不一样。这是进去。好，你这是有声音。你们 VC 机有都开吗？我确定吗？其实人家炸了，转完之后变成什么奇怪味道？就是会热热的。终究是破处了，破什么呢？可以多粉吗？天天都脏。你为什么天天在甩锅给我？不对劲，不对劲，他说一天只需要撩妹，请问哪有妹来可以撩？
对。他可能是看门吧，和你们天天都聊他们。我现在要问你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我本来是来想，就是因为说你们今天讨论的问题，我是被好好玩，我是他发我了，我还没来得及，是你看你们自己家的，没事，你现在问我，我怕我上面江宇是妹妹，我是妹妹，你们先说，对对对，再说吧。你那个太白了，没有。当我头发染绿了之后，它更浅。你那边看起来我好绿。嗯。绿的，绿的。绿了之后就显得头发。街头街一般会变的。他们是我的老公。唉，心里面但凡吃几个花生，你都不会说什么。我们就是为您那个。其实我一直不太懂这个。这个优点是什么？喝醉了吧？然后不太懂。那两个花生米是喝酒花的，喝酒喝太多了。这两个花生米可以尽管，但是这款心里面喝完年之后，就帮助大家快速消化。轻松一点，就是。所以我们喝那个量，两个花生米，这不够了，下酒菜上。你这感觉有一包小东西，还得有一包小东西，是吧？很冷哥哥，好可爱啊！我看到了，我终于摆脱了神经。不要让它走向一包小东西。教我了。就是然后我也没教过你。谢谢。谁丢的？谁丢吗？你要看胸了吗？别让看。我不看。我们今天吃饭在十点。有一点，其实还好啊，就处理的蛮干净的。今天你敢发吗？在玩这样玩的。然后肯定有很多人接受不了。但我们两个都很爱。他就煮完之后就不用煮了，就。我很久没有点心脑袋了，我每次都着急，等不到他熟，我人就撤了。今天实在是有点太吃太久了，可以慢慢吃。哇，我不在。
上数学课呢，我老师下期给我布置一首巨难的歌，就是唱不明白的时候，那种不唱，就是那种一首歌叫《从前慢》。零钱慢，很慢的，就很难唱的一首歌，就啊，痛苦。好，这是老弟的。所以这就是口袋四大解决的问题。你好。我练好就再说好吗？现在简直就是跟着原唱飙起来唱一场。可能也练不是很好，就差不多唱唱那种。对了，是练有歌词的，而且是练那种，就是他在我那个真假声转换的音准上，我就很容易唱唱就偏位置，就变地方。然后老师就说，你就练这个，就即使是转换音。我懂我懂我懂。那谁的口？我今天有我录的时间，就是教嘛，但是就是唱唱歌，但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唱的，可能有点懵。结果是达到，但是这个过程还要再研究一下。面店，然后就自己带了自己的设备，去看它。
拍出来，然后变成短视频。你们上次说没错，他们都是谁？这个上面，怎么上面？对啊，就 vlog 呀，没错。所以我喜欢那里。这样子也比较好操控。就是我自己跟默默吃。你给你提了起来，你给我讲，什么时候把我讲明白了，都是放过你。他们也不听这个，反正呢，就是不愿意，不愿意听你发的。听不了。好久没发过了，真的。我本来是准备，本来不是准备明天去那个迪士尼的嘛，下雨。他是这种标准。啊，没有去过。对呀。前几天。我去不了。来。我要给你活人都没去。我朱老师两个人商议了一下。发现没有时候了，还有事，我也是。他好像只预约明天的，结果一看时间就没下雨。这前应该做的呀。我发现你为什么要去你家？你是一个在逃公主吗？要不要给我免门票？熊猫是这样啊。我要跟他一起聊。你要先把熊猫。我也先记住。吃完熊猫，我把熊猫分好才聊。我要先喝它的水。我家，是你喜欢的。它有个桃心，是那个桃心，是玫瑰之类的。慕斯蛋糕。这里面是有蛋糕的。我们点两个这个。里面蛋糕，外面是慕斯，也是蛋糕。出了更多种，可爱的，可以吃更多蛋糕，吃更多。现在不行，不如还放后头吃。啊，里面还有白色的。哎，这样子还是挺好的。哎，感觉会酸的。你来这个。就是他们最上面是绿色的蜜雪，然后中间是绿色的抹茶蛋糕，底下是白色的。啊，酸奶。酸奶。今天其实他来看态度还算可以，起码说什么。为什么该唱关掉了？那你看这首歌，就是很容易被弹幕一提，你就会突然间想到一首歌，然后就会。这样主要是你不太关注。来，杨总，换一下地图。有人说这是我们共同的作品。是我们共同作品。对，我要把熊猫留到最后吃，快点把熊带出来。啊！你这样戳着它，好像那种被挟持的，然后把它头先咬掉。这熊猫看起来不是。谢谢各位老板。你准备一口还是两口？我觉得一口对于给它留个全尸就是。不过两口就可能会看到什么头和那边分开的地方。要发生什么？他回家了。回家，刚发生什么？没有发生什么。熊猫和熊猫去睡觉了。熊猫出生睡觉了。马上进行沟通。你们看到那个？在看电影的时候，被大猩猩砸到了。是说什么？安检的时候没有检查，是有没有被检查到？哈哈哈哈哈！真的太厉害，太厉害。我们那个跑道。哦，好耳机的。给我想到这个头的问题，让我想到，就是说他们学校呢，就一腿部，然后有一段时间的那个一腿部的资源，就不要了，缺乏。然后他们老师呢，在两所学校之间，就在兼任吧，就兼职，都做那个解剖学。然后呢，但是呢，给大家看的解剖的东西只有一套，所以那个老师就得从这个地方上这个课之后，再把这个东西带着。另外一个地方，下面就是就五个头套在头上，就是给医学部上课，然后他带着东西去坐高铁，然后想象一下当时做安检的大家下多么可怕，哎，他又绿的呀。你又绿了，不是他绿的吗？可能又背着我们俩做了什么？做了什么事情？那是你早点的，那还没做什么事情。那
我那时候就分了。刚才有一个人，那个夜吃打到的神父。他什么？对对了。没弄人就知道了。啊！你被发现了。那没有被发现的，还给碰台板。做数字。不是，这是什么？我们是数字。快吃完了。为什么这样弄？就是像，可能还是很久还吃不下肉。好的，对。就是什么？不知道。什么还是很久？什么还是很久？到很久还是很感动。那个那个那个什么心里就更甜。也是。我等等，我等等，等等等等等等。我有一段时间。然后每次我说酸，那我就啥呢？我说，除了我在吃奶，其实。然后可能就是硬核翻身没翻过去，有时候怎么站在上面，你还要。那我要不要方脸一下？我说，一会儿你。方脸一点。我盯住你自己。哎呀，他们吃面。哇，真的好久没唱过这首歌了。我放，放了你，想我到美。那你我都不记得词了。我都不记得词了。是什么？今年我一直以为我爸妈都很喜欢。我没那么多的时间浪费。我吃完了，忘了，挂的应该是。我真是被死金选手忘词，0.5级选手。一点都不浪费，心不挂心。啊，心不容易碎。为什么会想不起来这段词呢？想不起来这段词，说明现在心真的不容易碎了，不如把它写出来。我自己的歌，我为什么一定没记得住词呢？你看那么多歌手，不忘词大全。我不跟你说过吗？就不关键时刻，我都不知道。忙一点。我们不服那首歌，我那个 part 里面有一段很搞笑的地方。就当时看到那个词儿，我就有点疑惑。这段词是，曾经我错过，我懦弱像一个风烛；曾经我退缩，我懦弱，我真的有什么？我当时看到那段话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会两句里面都有一个词？都有那个懦弱，而且这个懦弱对你来说，真的很有点弱多。没有，我现在好很多好吗？然后我觉得很怪，怎么这两句话都是同样的一个词？然后呢？但是呢，就给到就是这个，哎，你长这样啊，好像挺挺哦。但是这个怎么去啊？你谁去啊？你小心别掉了。哦。在哪里去了？两面镜子。啊？除了吗？他们要解释吗？好神奇哦！好，真的像那种。稍微有点甜一点，豆腐改成什么？吃吗？蛋糕一样，还有黄油味。什么吧？五香。嗯。味道就像你像我小时候吃那一杯一杯的那个。我那个。我是奶酪，儿童奶酪不干的呀。没吃过，我小时候觉得高级。大人吃的有点多。你是上个年代的，是吧？就是那个呀，很可爱，不知道你们有吃过那个盖子是锡纸的。你看，我也以为是星球杯，但他说是补钙的东西。不是补钙，是补钙的东西，就是高钙什么什么奶酪杯什么那个小朋友的吃的，我小时候巨爱吃，我爸吃天天吃，我天天吃天天吃。对奶酪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味道，但是它是果冻版。好吧，好，之后尝一下就知道了。我去一点问题。
我当时就听到那个歌词不太对头，但是查的所有歌词都是这个呀，就给到我的歌词也是这个。直到汪老师来给我上课第一天，他突然说：“哎，我喊你那个歌词啊，其实是有点错误的。”我说：“啊，歌词有什么错误？我说没什么错啊，没有吧？”他说：“其实呢，是因为他第一次上来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他唱的。”但是呢就没有办法，你真的唱错了，就那个版本就永远都不能传下来。就大家都以为歌词是这个，其实它不是这样子。本来是什么词啊？我也忘了，反正就不是两个默认，是两个不一样的，但是自己忘词了。哦，是这样子。就完全就和他接触之后就被圈粉，所有话语错了，唱错了，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舞蹈的老师。太搞笑了，很可爱，超可爱。就有一天。是舞蹈老师，然后就教完汪苏泷老师，然后回来之后，我觉得他恋爱了，就是那种，啊，你的背后是好可爱，就是小学生，就是超级，他就觉得什么小，就是对他有耐心，想保护他什么的，可以，人格魅力，结婚就有人可以结婚。没有，我听起来感觉是这样子的。以前我不想结婚，所以我不记得自己是不是。想结婚，你应该也是这样。你笑好了。不是，就是刚才刘律师吧，到了。服务员，你还没有碰到。加一个冰可乐。要一要冰块。冰块是吗？加你们冰可乐吗？没有。我要冰块。不要不要。不要嗯，要加大瓶的还是一听装的？听装的。就是这个，我现在学生还在中间，他也是就是，只要一天，中午可以再找我，因为我们啥？原来是中午可以再来找我，这能过不去。哦哦，好的，都是我们国家亲戚，尴尬了，好好好，我们先吃了，好，家属，后面再带小孩，家属后面来，后面。哎，我们家现在正在录健康的生活。这边一天吗？差不多都是这样。其实没什么不可能，这看直播可能多睡了。不，我还是有男伴的。我也有。你们是不是也有男的？哎呀，我忘记吃了。完了，老师。就把它当那个当枕头用。上面男伴来了。需要期待东西啊，可以叫枕头用。我有。你没事吧？刚才你教过我的，你不要无所谓啊。我为什么是个男伴？肯定我男伴。一名叫男伴，还是挺多吧。现在也挺多，现在也很多。现在你主要是伴多。十年男伴不出来。十年的话，我们肯定要看齐。再来半个月，你跟甜蜜在一起。这么可怕的吗？这么花钱，你稍微来点。他那时候给他几个月。你不是在每天晚上两平方米下去千万，真的多。两个东西就住进去就好了。如果我把眼睛摘了，我得怼到我。你散光十五年严重吗？我近视就550。哦。那不能努力。谢谢。哦，冰块有。稍等一下哦，冰块。稍等一下，去给您打了啊。我得怼到最近我刚才。爽吗？我对碳酸饮料这么热爱，眼泪都出来了，爽。我三个泡。如果我一人一个吃，我还没听到你要吃吗？他们面姓姚的，他们就很胖，我就讲话很客气。快乐，快乐。那这个有一个是胖子，冰可乐是第一口和那个夏天的冰西瓜中间那一口最好吃。西瓜中间也是太油了。但我现在好像都没有买过西瓜半个，我就买那个青挺好吃的，我就买了西瓜半个。然后我其实他就放这一块。
啊，知道，林峰。哎，对，不是很胖。对对对。什么叫 Taco 的眼镜戴了个镜框？Taco 就眼镜都只能戴镜框好吧？对小偶像来讲，如果戴镜片就会显得眼睛变小，但如果戴镜框的话，这个装饰性比较足，眼睛比较大。太扯了。我有镜片的话，一个是用散光，再一个是外置实在吧。再一个是什么？就是。是我真的很少戴眼镜，我自己有镜框也不太。你要不要试试？我觉得不太适合。不会吧？不确定。不会，我只适合那种不用画。霍老师，干正。霍老师好禁欲哦，你戴眼镜。就很奇怪啊，就跟我戴完全不一样。就你要是戴小眼镜，我戴那边不好。为什么你没有水？人家画一点就把拿拿出杯子嘛，可能。我喝一杯，你喝一杯，你喝一杯，我喝一瓶。我戴眼镜真的太像老师了，上课了。像吸管吗？哎呀，我忘了。然后喝完之后，女方说不要拿手机。哈哈哈哈哈。是吗？还是用眼镜，如果戴其他眼镜更难管。我们上厕所呢。要是你给你打过两个水管，你到底是在忙着浇水？我有点想起来了。哈哈哈哈哈。这个还有一个很难的。我没有搞错。哈哈哈哈哈。这个难听，你看这个房子，我这你看不要生气。我要喝酒喝完的。我很喜欢就是可乐被冰块泡淡了，而且你是巨喜欢冰块，对，就是没有冰块就不行，对。你是那种最喜欢的或者你们看我最喜欢的这个。那叫国统面筋球，然后面筋里面灌了鸡蛋，灌了虾滑，还有那个牛肉。别放了，为什么？单独的。也是这里这个拼桌可以买一准吃。对，也是个拼桌。而且他们是不价钱出来的，出来玩。这个没有炒过，这个尴尬。
烫的感觉，这样子。东北人对麻酱的执念，有这么细吗？如果你去四川吃火锅，只有清油的，那我就吃清油点。我还以为你说没有麻酱就不是火锅，火锅必须要吃。不是啊，就是因为我是真的很爱麻酱。如果说那芝麻酱和花生酱有区别吗？有，还有酱汁。没有，芝麻酱就是芝麻的，很香。花生酱就是花生酱，如果它不是甜的，就是那种抹在面包上那种花生酱，我就接受不了。啊，你东北人，看真实东北人，没有麻酱就不行。所以我假东北。哎，孔少云是不是也是这种酱料啊？孔少云是你这种，是我这种啊。啊，就退化了。像我曾经也是只吃麻酱，哎，不是麻酱，清油点。到了这里之后，我才知道原来世界上有那么多酱料可以选择。原来我都是以前就被困在了那个小小的地方，现在就懂了。要吃蘑菇很辣，但是挺好吃。感谢各位老板。太辣了。油碟党不认识。但油碟党，你真的可以去吃一吃别的碟，真的，就会觉得你也还蛮奇怪的。然后可能就会找到自己吃的爱。我发现我们的黑眼豆就是战斗力明显上升。瑞哥是吃什么酱料的？瑞哥也是你制造三明治。那就只有你啊？不对，瑞哥不是。哦，这个好像是酱油。瑞哥酱油。瑞哥也是奇葩，他吃九锅蘸酱油，蘸海鲜酱油。他要吃很多碟不同的油碟，组在一起。就他每次吃完油碟，可能就打个啊，其实我也打两个，那你为什么还去做一下？但是他会就是在家里在快屋煮火锅的时候，你记得他吃酱油的样子吗？蛮惊人的。都喜欢吃油锅的。你看我这个油碟吃完之后，就会觉得饿了。我吃那个碟的时候，我还可以把新的东西就夹进这个碟里面放，就凉着嘛。然后再把这个碟里面弄到那个碟。我们已经搞到小时榜一了。哇。早知道就应该给刚那一桌科普一下，让他过去给他们小心的宣传一下。哔哩哔哩就让大家给欢迎。可是，是万一他回去就说，哎呀，主播在这个镜头里面长这样，我们现实看到的不长这样。是爱吃。你早已被我暗杀，你早已被我暗杀。这一晚上来。我主要是因为我过来你们过手了，还能过过一下。你谁呀？我可是。48。太可笑了。哈口酱是什么酱料？可以蘸吃吗？新疆是可以烤万达吗？跟万达的别的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万达为什么？我让他今天吃两个饭。一个是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自己做的饭，因为今天去只会吃本地我们的，还有个外套。然后我们给万达的时候，我们要请他吃饭。以为你是谁？把万达给我们的，我们的传单传给他。讨厌。你张红，我是墨绿。张红墨绿，我们是张红墨绿组合。肉真的好好吃，你挺浓调的，还蛮。还有那种口感。我吃酱料吃的很淡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可以做的一些东西一直。就空口吃酱料，但它会比较咸。但是我本身就是一个吃东西的重口味。我之前真的很不愿意吃火锅，我自从在那里，
做饭里面，有的时候只有土豆炖肉的那一道菜能吃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怀孕吗？就是因为在那个盒饭里面，有几次出现那个用来拌饭的时候太好吃了。对，在那种比较便捷的情况下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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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甚至会有点想念土豆烧排骨。你没看到因为上周这样然后我昨天还在做那个点菜的时候还看到了，但我觉得人不至于，对，不至于，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。但是我爱上了土豆，爱上了香蕉，爱上了我爱上那个黑麦面包，我爱上那个什么番石榴，番石榴和那个五角星那个叫什么来着？羊毛，对对对。我真的是第一次吃到番石榴和羊毛，但是我回上海之后买过，完全不好吃。对，就只有那边那个地方，就广东那边的水果吃的很优秀，真的不一样。我跟我妈妈讲，我说我在那边很喜欢吃番石榴，然后我妈妈人在哈尔滨吗？然后买番石榴，那番石榴真的有点过分。杨桃的棉花很甜，很甜的，就是这边的红色都很爽，打开很酸苦酸涩，那边杨桃很甜。番石榴，我是那种软软的番石榴，就是放比较久，然后里边就是成面，然后里面是外面变成面的，然后里面变成拉丝那种黏黏的，然后熟透了。很超级。而且番石榴分黄色、绿色，你喜欢吃哪个？黄的，黄比较甜嘛。没有，绿的比较甜，肯定吧。我想不起来了。我不知道去哪了。我们的老花镜子，隔多久？哎呀，那啥，然后直接用来蘸那个酱料吃吗？你把喝来喝起的话，确定吗？我确定。哎。放了番茄酱了。下一个金元宝。我今天胖了。真的，恭喜你。胖了四斤。啊，没有三斤。我怀里胖了四斤。是吗？没办法，人就是会回来，就是会稍微心态上好。像我之前，我觉得应该胖八斤。对，还有三斤的上升空间。不能说明显，但是暴露我的肠胃段，我会担心的。太可怕了，我的肠胃真的完善。我也胖不胖？现在好。多少公里？多吃水果。应该这个公里数吧？还是线吗？啊，几公里？几公里？十几的，你线一线都几十。但是那个是真的，因为我慢慢瘦下来了，我中间经过这个体重的时候，是线一线两根光很远的。哎呀，完蛋了！哎，这是不是在气？真的是气。对。好兴奋哦！我终于弄到自己的瘦子溜弯度，没有。我那个刚才回家的时候就没经过。有个那个是人卖的，对吧？啊，这两个每次来回。啊，我的土豆掉了。我的土豆。看一眼，看一下那个马甲。上海的吧？上海我们。闪电马甲。其实在下播之前让他看一眼我真的。对，好像差不多了。是吗？因为他现在知道比较广。哈哈哈哈哈。上海这个山里有些有些著名。这么一看，还是有点惹的。就掉。我还一眼就能看到，不客气。里面刚看一眼。要的都还不要的，想不要的同学大家可以遮挡一下。
那么轻松，哎呀，没什么，感觉没什么冲击力。没有他生的时候快乐。人家你会帮我去看这个量表是什么意思？
吃说来用我这句话没个性格。我们今天也就播了两个小时，对，差不多了。你们的双簧，听到那里了？那就是你，因为他重复你的话，你做完了很早。是你们的双簧，对吧？鱼头。鱼头。今天他们会比较馋，因为海底捞真的很，看起来很丰盛的那样，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吃很多种不一样的。嗯。我以前大概是吧，大概是不够不够。就是听他讲的话，就是。还很不错吗？还很不错吗？要更普通话，完全带不上别人，那边也有气的。但是我觉得，徐州徐州那边就还是普通话语气，其实基本上就是普通话，就是我现在说的。那属于是属于无语。都已经电量不足几天了。反正我之前上大学关不掉。嗯，对呀、啊，还挺奇怪，我真的都这个词儿嘞，我太厉害了。大的重音的最后一个字，不要过分，是吧？哦，想想，是鸡，你的蛋。你要看什么岗位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们发一个。看本人一级图的时候，看你比较放肆，也骄傲，差不多。你又不是没唱过这首歌，找借口。我真的会忘哎，我就是那种，就是自己脑子里面会有一个那个调调，但是你要问我具体他是说的是什么，我想不起来。登山酒店。我只看得见他岗位了。你们记得很清楚，他们一直在听，就是旁边在说什么。所以你要，你们听说的是什么呢？听说什么段子？那也因为你那个业务的关系，然后剩下的人是因为你是团队的，你学到他们的经历意义，然后说我们的，我们的非常非常一个出名的，一个演员。你们怎么能听歌听这么厉害？因为我之前你来，我刚刚唱的好。我就说不可能是我一个人忘记。你在心上，你眼中只有心事很少。不是我想，不是你啊。每到不要安排我我的条路上，爱我不要，爱我不要，爱我不要。拒绝对你示好，好好，拒绝对你好好。真的，本人真的是记性太差。就很像啊，就什么示好、讨好，就什么什么好，就只是一个草药剂。哈哈哈就是你的方式。就是，你们想办法给自己解脱，就是。他们开打。是的。我要。我一定要。说我要，我就不想那个，像我想的那个要。不要去干，业务上的。是的。这个谁都不用干。好，那个是好。什么什么什么好吗？好。是吧？比如说像经理啊，女经理。是不是？哦。降落伞什么靠？你需要这样的。降落伞什么靠？降落伞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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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对，降落伞不是，那个是，是那个，是那个，是他的那个，比如说那个微笑，对。你知道吗？刚刚唱是因为就在你的肩膀。
完全不是这个词儿了。因为依赖你的电脑，我没有看过，我也没有看过。你知道有什么跟谁一样？这到底在唱啥？就是让小朋友更可爱。嘲讽。因为我们学校它一方面很困难，就是因为它头发比较重。小朋友先是很酷，然后呢，这是别人，那我们也想让他们。我又没唱过这个，你让我尝试想起来。我发现你的嘴巴长得嘴巴长得像一个人，长得像一个人的嘴巴。山下智久，山下山君，我知道，真假的？我忽然感觉到。也不是不是，就是刚刚一瞬间。有点像，可能我对他不是很了解。手机钉钉，闹钟其实是只要一转发就是三波。除了。我自己都惊呆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让你们坐我们旁边吃饭了。坐坐滴滴那个，然后去坐滴滴楼下上班的人也是，估计随便干。恐怖好了。你们做的事情，不要长你身份。对，如果你协调，明天要跟他沟通。我这个就是说这件事情，就跟大部分一起回来，然后呢，就把这个矛盾抛出来。不安心，哎，我们也要唱过不安心。不会有人来。对啊，不安心可是。下面就不会有。哎。什么耳机？我连调我完全记不了。有点那种感觉。这不要难的很明显。对，真的很明显，等你休息就挠一下。怎么样啊？第一句都不知道说。很难受的。因为我们经常是别人家弄的。第一句是你的，我不是这样说的，这么大。还有这么一个大的，这很香。什么东西？知道歌词，你我。你唱的这个，陈建华一个又来了，对吧？气球金金花什么？有电竞关系吗？什么歌？什么歌？但是呢。哇，这演唱歌怎么做到的？什么歌啊？我们唱的。他有一个他。我们是不是只跳个舞而已？完全想不起来。对的。什么东西啊？你把什么歌调成融入进去了？Younger than me, I'm so.
你我们人民人民养儿送女的一生，你又不想聊到第六十一个分数，这样我们这么领出多少一个分数？真的不记得了，我的妈呀，我那个精神真的绝了。你们就跟我想想，我应该记得。结果你就排了两个名额，结果排到你上面，你就发高价把前面那个名额稍微改一下，然后回来。自己的歌。
喜欢那个小陈露梅他们。哦，就是你们早说过我有那种朋友，知道吗？你们说哪种朋友？哪种朋友啊？我也想，你们说是哪种朋友？我有问第二季的时候，我跟你说这个故事真的很神，这个根本就没打算做故事。他本来是好像是，就是本来是准备放在，就反正准备是给别人的一首歌，结果没人要，就是废在那里了。正好呢，就问我有问。就大家就说做第二季嘛，还是要有个什么东西，还是说干脆就把这首歌给你做主题曲吧。我当时拿到这首歌的时候，这个要吃了，我觉得好难受。我看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在想，这首歌和莫文蔚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一丁点关系都没有，就强行改了几个词儿，感觉他写什么男朋友、女朋友、各种朋友，怎么，就那种恋爱歌，然后就强行把它完全成为了是莫文蔚。唉，但是很好听，但我没说不是一个很，我当时说了这么半天，铺垫了这么多，是不是要隐藏就把这首歌忘了？是不是？你下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那我放一下下。Thank you.
我只想甩掉你这段关系，不能让它走掉。你全部都走，每一个灯都在燃烧。走了，吃好了没？这是你最后一份，还最后一份，没有，是最后一份。这是电子发票吗？啊，对，电子的。下次你们想听什么呢？下次就要通过这边，刚才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等下次，只是让你们等。看一下今天的歌单好吧，去看一看。到时候拿个我再找个时间，明天吧，还是说去把那个建模打开？如果好吃，我觉得还可以的。OK OK OK。好，我们先录一张照片，张姐。我还挺多。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。这边赵毅321今天你没有吃好吗？坐在我们旁边应该还好吧。我们要走了，拜拜。3、2、1。不知道哎，我也不知道，拜拜。